海鲸鱼完全不知道躲在哪里去，找不到。我们用这个双面镜来找一下。之前海鲸鱼是，海鲸鱼完全秘密。啊，伫遐，海鲸鱼也死啊！海鲸鱼死啊！海鲸鱼居居啊，赶快抓起来吧！所以海鲸鱼，海鲸鱼不要买，海鲸鱼那种鱼不 OK。在那边，你没有看到？哦，应该在到这边那里。拿那个夹子，要进去夹。哦，把它夹出来，都要夹底下。所以一样的嘴巴哦，一定要先把它找出来，要不然里面会重污染。有海鲸鱼，那卡定要死的呀！赶快，赶快！卡掉的，紧紧紧紧！海鲸鱼卡定要死的。对，海鲸鱼卡掉的，可怜哦。Q 石缝卡住了啊！怎样？海鲸鱼被石缝卡住了。白同学很真实的拍出来，啊，你卖高潮了，因为我这卖鱼已经足少咧赏啊，你唔知？但是那一只海鲸鱼哦，我先跟你讲，那个边个讲伊是群友嘛，啊，但是。本身伊个习性哦，伊就本身就拢伫江边伫咧安尼要撮要撮，伊包括伫鱼店咧买，迄个习性就是安尼啊。然后他本身吼，我那一只是会吃，哎，即马一撮的时阵有无？靠，要去卡掉的啊！吼、哦，我甲在造景，安尼我甲可能爱去冒险，甲耍甲头前的。真正卖熟肉啦，白同学很努力养鱼，啊，嘛是。分享您看，所以那个鱼不见了，马上找出来，好不好？拜托了。